老骨头。 煞界人类共持三界，煞界十三煞派中的天权玉兔灵猴蛮牛不是你之国，比之国尊权有。然皇帝遇刺，贵族篡权，身为皇子的你被恶人追杀，所幸被斥天所康复后，你得知自己的皇兄也得以逃出。 于是你准备拜访各城，寻找皇兄的下落。
Cool.